你司法人权促进会你是张明伟，这是调查报告里面调查小组的人，他既然跑出来讲说，对记者讲说，这份新闻稿他们根本没有看过，结果和他们意见完全不一致一样，这样的报告明显就避重就轻。这是他，这是他面对电视哦讲的话，所以今天要来一个司机要到最值，要最值的时候，哎，关键人他不来了，杨文忠不来了。郑正祥不来，何其威不来啊，林光颖不来啊，搞这套了。来，我来处理，我来处理。赖世宝讲说，我们国民党觉得很羞耻。不，我忘记啊，因为立法院叫你来是你 honor， 你们非常 appreciate， 我就讲赢我的林光颖啊，对吧？我们国民党连怎么护航都不没，他刚才在这讲，连护航都没有办法护下去的嘛。我告诉各位，今天不来到现在，特任组到这五分钟完全不给答案。这个不来，你因为今天开不成了，下礼拜招委就是吴怡贞，我每天没排，看你来不来。全国民众来报回立法院，来报回特任组，这个干什么？来，我来处理。掩护马英九，马英九讲会说谎，所有人全部跟他说谎，国民党立委全部帮他背书，集体陪葬。所以倒戈以后就国民党失败了，集体陪葬嘛。现在我不希望我们国家要损害控管，你要怎么推怎么样，但是有一种要有人负责，我们国家所有系统连法务部都要报销吗？你调查局要报销吗？刑警要报销吗？国安局要报销吗？不应该如此的，国家考虑未来怎么重建啊。好，该人负责，该各位下台就下台，马英九他道歉就道歉，是他造成整个社会空转，不是我们立法院造成立法院空转，这是空转而来，是他们要这个工地玩空转了，马英九道歉，张公要下台，才能解这个套，相关等等移送好吧。